他也有第三只眼睛，跟我的生灵之眼很像。你大胆，竟敢残害我第一魂兽！长老，是我，你误会了。你敢食言？原来是帝天，我们走。没能护住小桃，对穆老的打击很大。极限单兵计划正式开始。穆老，召集你们。玄子，我送你一句真言，你须得谨记：戒骄戒躁，万物冲动。是。我去以后，海神阁阁主由玄子继任。是。穆老，灵儿，多多。以番禺为魂导系副院长。是。三十，楠楠，老夫有一事相求。您尽管吩咐。出于我个人的私心，我希望你们能和他们五人一样加入唐门。万年前，先祖唐三创立的唐门盛极一时，后世却走向衰败。史莱克学院贯彻中立原则，不能挽救唐门颓势。我很痛心唐门现状，贝贝找上小雅加入唐门，就是我所受益。玄祖，哎，我愿意加入唐门。好孩子，贝贝，我们一脉传自大师玉小刚，你的武魂蓝电霸王龙处于半变异状态，我为你稳定光明圣龙血脉。是最骄傲的事之一，你们要帮小雅和贝贝把唐门发扬光大。小雅离开史莱克后就音讯全无，你们把她找回来。还有小桃，你们有能力了也得把她救回来。雨浩，你去日月交换，虚心学习魂道技术。日月帝国野心勃勃，恐要掀起战争。你们要为阻止战争、维护和平而奋斗。老师，必不负所托。我下达最后一道命令，全力发展魂道系。如果魂导系能出一位十级魂导师，海神阁阁主之位有机继承。史莱克的先祖们，穆文来了。
老师，我定不辜负您的教导，您的遗言与号铭记于心。焉得虎子，勇敢的孩子，你们要为阻止战争，维护和平而奋斗。老师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要保重啊，小芳，快点回来。陈雪峰，大家保重，等我回来。一切以自己的身体为重。大师兄，班长，我舍不得你们。宇浩，二师弟，保重，加油啊，兄弟。注意安全，照顾好自己，遇到麻烦传信回来。放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鬼学院的穆老已经先去，节哀呀、啊！唉，真可惜，当日一届，竟成永别。不过要恭喜玄老，升任海神阁阁主。史莱克一行，红尘院长想必收获颇丰吧？要多注意身体啊！不以后，下一届大赛，我会把你们史莱克踩在脚底下。你可以试试，你们日月学院被踩几千年了。日月帝国标志性建筑。我们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到了，诸位，请吧。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我就出生在这座名都里。有机会再告诉你。
月已经给各位分配好了导师，这是你们的新生徽章魂导器，是平时进出学院的凭证。明德堂还有些事务，老夫就先告辞了。各自去报道。新生宿舍前方路口15米右转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换上学院的校服后去实验室报道。我一定不负众望，学成归来，为史莱克增光添彩。好大的实验室！你好老师，我是今天新来报道的。霍宇浩是吗？我叫宣子文，现在我要重新对你进行魂导师测试，如果你通不过自己换导师，接受吗？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学生从不惧怕挑战，我接受。一刻钟，做一件五级魂导器的核心法阵。给你一个提示，一个魂导师最怕的是没有想法和创意。开始吧。七个法阵只花了5分钟，你的手法的确精湛，但是6个加速法阵带来的冲力，哪怕是以坚韧著称的太极也难以承受，用一次就报废了。它的奥妙并不只在核心法阵上，我将这件魂导器完整制作出来并试验给您看。先充当，让普通人使用，好天才的设想！你咋做到的？我通过测试了吗？何止通过，只要你愿意加入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，我可以带你入明德堂，将你培养成大陆最强的魂导师。感谢您的好意，但是我不希望自己制作的魂导器将来被用来攻打故土。我理解，但是全大陆只有明德堂拥有足够丰富的魂导器设想，能让魂导师尽情研究。薛老师，如果有一天我的宗门能给您一样的期待，
例如十种不输于刚才那样的魂导器设想，您愿意加入吗？你的宗门？唐门。刚才那件魂导器就是我根据唐门祖传图纸改良而来的，其名为诸葛神弩炮。唐门已经随着暗器的没落而成为过去，而奇妙的魂导器设想，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拥有。你还是先跟着我好好学习吧。我一定会让您改变主意的。